如何在生活中修学戒法。一，持戒为去向佛道的起步。戒是三学之一，若无戒之受持清净，定与慧难以修持和开展。因为持戒能克己律行，生活简朴，不随欲望之使，贪爱执着减少，则言行过失减少，心神亦得安定，才能奠立修定的基础。否则做了亏心事儿或贪执很重，经常意念纷飞，心中上下不安，没有办法修定。二，初学者可安排特别时日受持戒法，培养信心。一般人皈依三宝时，同时可受五戒，如果个人情况不许可，也可只受部分，如二戒或三戒。有一位居士在未接触佛法时忌好饮酒，后来亲近三宝，发心皈依，并下决定守五戒，从此滴酒不沾。他的意志坚定又从善如流，真是令人赞叹。三，常存惭愧心。一般人生活中难免有小过失，故心中要常有惭愧心。惭知自己不足，愧知亏欠他人，故时常谦虚自省，一有过失马上忏悔，忏除前过，以后避免再犯。四，常修慈悲，关爱他人。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，把同情自己、爱护自己的心量扩大，去同情和爱护他人，这也是戒的积极精神，行善助人。菩萨有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胸怀，是众生与我是一体，没有条件的施予救助。五，身、口、意三业常持诚、语、静。诚于中，必行于外。若心存诚恳，与人相处不欺诈，则互相信任。再者，对人恭敬，处处尊重，既不轻慢他人，也不自卑畏缩。有了诚与敬为基本的处事待人之道，团体中自然和谐无争。在和乐的团体中修学，个人的身、口、意业不易犯错犯戒，比较能保持清净。五，结语。守五戒，在现世行为一定会合乎社会的道德标准，来世可以再生人天。守八关斋戒是种植出世的善根，关闭生死的大门。而比丘戒等出家戒是趋向生死解脱的正道。至于菩萨戒的精神，是从今起至尽未来际，为救济众生而不顾自己和牺牲自己。在家居士受三皈依后，应从五戒做起，并随缘受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，逐步迈向不染尘劳、清净的生活。